美女，这么多呀，来相亲的吧？认识一下。本人长得很拉风，村里养猪是精英，没车没房没存款，拉的鸡忘没还清。对方收入无所谓，尊老爱幼敬长辈，洗衣做饭都得会，还得捏脚和捶背。那个哎呀妈呀，头回相亲没经验，只求一生永相伴。结婚以后别嫌乱，家里孩子一大片。什么玩意儿？啥玩意儿啊？我来相亲，我还没结婚呢，怎么就孩子一大片呢？就什么就？我只比你大一岁，辈儿大。当外人面别叫我舅。那我叫你啥？叫大哥。哦，大舅哥。哎呀呀！蕾蕾，你听我说，我这次是奉了你妈我大姐大的旨意来陪你相亲，看这都是我给你挑的，全是精英。这是给我找的吗？拿错了，这是你舅心目当中的冠亚军。这你啥眼光啊？眼光怎么了？这个杨柳细腰，这个小巧玲珑，这还一张呢。这是被淘汰的。错了，错了。蕾蕾，就这相亲大会你已经来了第十次了吧？大姐大已经发话了，只要你不找我就别想好，你要找不到男朋友，我就当一辈子单身狗啊。蕾蕾啊，舅舅求求你，舅舅舅舅吧。那行吧，那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啊，我心里有人了。有人了？谁呀？靠山屯的，叫腾飞。哎呦我的妈，救命恩人呐，走咱找他去。找不着啊！十多年前他出去创业了。那你俩咋认识的？他跟我说过话，说的可亲切了。怎么说的？再见了，父老乡亲们！这不就是和全屯子人道别吗？听着声音甩得挺远呢。你当时在哪儿呢？我就在树杈上呢。他一回手，我激动，咔嚓一下。我就掉下来了。没戏了，这么多年人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吧？我都打听好了啊，他现在还单着呢，今天的相亲大会呀、啊、他也来。来来，你听我说啊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小伙，你别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，你再瞅瞅万一有合适的呢。我瞅啥呀？瞅瞅瞅，啥都入不了我法眼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。你把盖摘下来再瞅瞅。哎呀妈呀，晃眼了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找找来。这小子长什么模样啊？最高人的就是他那小眼睛。多小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得亏肉皮不合，要是合的话还得长死。不起眼啊？多大岁数？83年属猪的。不是，80后范围有点广了，太多了。你别往83年上看呢，啊，你往38年上扫描，他长得比较着急。哦，38年，找着了啊！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再打着我看。你瞅瞅瞅瞅，那不就在山头上立着吗？上面写着生于1938年，去年没的。我让你扫描，又没让你扫墓。不是，来来，你都知道他今天要来，怎么把养猪的衣服都穿出来了呢？刚才干活没来及换。你赶快啊，这都拿着，快快快，哎，去把衣服换了，把衣服换了去。舅啊，你要看见他，你别说我是养猪的啊。咋了？人家是女孩。还不好意思了你？什么玩意？找找啊，太棒了。
你说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让我相啥亲呢？啥想抱孙子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年我在外头啊净装孙子了，你抱抱我不好吗？你咋又骂人呢？爸，行，我到了啊，你放心啊。大哥啊，这边是那个靠山屯的相亲大会不？哎呦，哥们儿挺眼生啊。啊，哪儿的人啊？啊，哦，我是靠山屯的。等会儿，靠山屯儿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儿。啥人啊？靠山屯儿，他们家姓腾的。我们靠山屯儿都姓腾啊。那个83年的。83年的20多个呢。20多个。出门创业的。出去创业的200多个呢。200多个。叫腾飞的。叫腾飞的。那不就是我吗？哎呀。踏破铁鞋我搂不着你。没想到你个个在这嘎达蹦出来了。大哥你要是作诗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一步。不等。哎，不是。这你相亲资料我看看。帮人相亲是吧？对对对，看吧，让我看看相亲资料。看吧，我帮人相亲。你怎么，你帮人？别动啊！哎呀，快来人呐！就是他！哎呀，干啥呢？哎呀，我快点，靠山屯腾飞让我逮着了。就啊。你是妹儿。哎，老妹儿，听着呢。你电话响了，你不听你就给挂了吧，有点闹挺了。啊！哎呀妈！哎呀妈呀，这挺乱，这资料咋整一地？来，我给你收拾收拾。这萍水相逢还帮我收拾资料，你咋还撕上了呢？那个资料没了，你着啥急呀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来相亲的，没资料我咋相啊？我你不就是来搞对象的吗？就是啊，我跟你搞。幸福来的这么突然吗？那个老妹儿啊，你看咱俩毕竟互相不太了解，这样吧，我做个自我介绍。不用介绍，你叫腾飞，83年属猪，射手座，出去创业10多年了，最大的成就就是单身。你是算命的吧？认识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姑娘，你是不是等错车了？我出去创业10多年了，408社没几个人认识我。你忘了，你走时候跟乡亲们告别说啊，再见了，父老乡亲们。咔嚓一下，又是个大姑娘。我看，啊，有这事儿啊。你呀、啊，我就是那夸嚓。哎呀，姑娘，你贵姓啊？我姓韩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韩夸嚓啊！当时我，不，我不叫韩夸嚓，我叫韩磊。韩磊，你看咱俩都认识10多年了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开门见山，我嫁给你得了。姑娘啊，咱俩就夸嚓一次的交情，你说我也不了解你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韩磊，年龄比你小几岁，星座和你天生一对，体重是你的0.65倍，你说咱俩是不是很般配？老妹，你这数学题我不大会呀、啊。磊磊，你我就远，哎，你给我站着别动啊，不许动啊！磊磊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给大姐大汇报了，她说无所谓，只要是男的活的就行。这小伙子条件不错，咱今天绑也得给绑回去。大姐大，绑回去。啊，唠啊啊！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我你给我回来，劲儿还挺大啊！我以前是练摔跤的啊，拉完了，走不了了。你俩啥关系啊？我是他哥，我是他舅，大舅哥，耍我呢。一个女的哪来大舅哥呀？你不用管那么多，反正我俩是亲戚。啊、是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是干啥的啊！你跟他说了呀？我说了怎么了？我们全家都是干这个的。那我就问问吧，像我这么大的好卖吗？你这么大的，比你大的我卖多少车了我？我、哎、还你这么大的，你们干这个不害怕呀？说对了。
一开始害怕呀，那家伙动手的时候叫的惨呐、啊，是，可谁都得挣扎呀。后来我有经验了，凡是不老实的，我都给他绑上。对，我就比较辛苦，体力活都他干。那你干啥呀？前期负责寻找货源，后期负责联系买家。你们还是产业链？嗯，最近市场好，价高。哎呀，我不交钱你都预定不上啊！那交了钱是不是能给放了啊？你这话说的，钱都交了怎么能放了呢？宰了呀！别过来啊！过来我就自杀！我告诉你，我让你们卖不上好价钱。这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脑子有病啊？是不是看咱家条件太好，遇到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？你们家胆儿挺大呀！我跟你说，我怎么就胆儿挺大的了？我就是那不听话的，有本事你就给我绑起来！我们家是养猪的，你们家养猪的，你们卖猪？你刚才说的是猪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说我呢？你想得美！不是，你卖猪的。你卖猪了怎么像我这么大个的卖好多车了？我们家呢猪都猪年的，个头都比你大呀。那怎么还寻找货源呢？那不得引进新品种啊？那怎么以后交完钱还得杀了呢？不宰了你咋吃啊？追着屁股后头生啃呐、啊！哎呀，那你俩说的太吓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迷糊。咱现在也弄明白了，你们俩赶快抓紧时间回去结婚去吧，去吧。结啥婚呢？我还慌着呢。你让我跟他说。腾飞，你是咱们乡第一个走出去创业的人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挺崇拜你，因为你有梦想，也是因为你。我也开始创业，搞起了养殖。慢慢的，我就发现我忘不了你，我才知道我是喜欢上你了。所以我决定等，这一等就是十年。没想到还等错车了。走吧。哎哎哎哎哎，大小伙子哼哼唧唧什么玩意儿啊？人让你走。我这会儿我有点不大愿意动了。耍无赖是吧？好，哎，你不走，我们走啊！来来，走。就啊，我也不大想走了。要不我走？嗯，我是得走。六贵福珠宝，我拥有，我喜欢。咱俩从头唠。从头唠就从头唠呗。我叫韩磊，为了家乡振兴，一直在家创业，经营一个养猪场。我叫腾飞，出去创业十多年了，现在乡村也振兴了，村里机会也多了，我就想着回来发展，在村里跟人合伙个养猪场。